我是大儿，今天有特别来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浩翔。难得有好朋友来，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戏剧表演科系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戏剧系日常会遇到的一些状况。没错，约那么早啊？我跟朋友大概晚一点有事啊。你还有朋友来念什么？然后有什么本的？戏剧系不会啦。哦，戏剧系都有爱玩啊。那就好，那应该很好聊吧。对耶，浩翔，嗨，你好，嗨，我是 Erica， 你是戏剧系的，对啊，戏剧系的，是哦，那你会十秒落泪吗？十秒落泪哦，会啊会啊，你可以表演吗？哦，好啊好啊好啊，我要计时，好，开始哦，开始了，时间到了，哦，时间到了，挑战失败，失败，哈哈，你们念戏剧系吗？今天天气太冷，眼睛有点干呐，戏剧系都可以这样子哦，你会表演喜怒哀乐吗？哦，会啊，喜怒哀乐。哈哈哈！你会模仿那个谁啊？你会模仿什么？我模仿哦，对啊，我会模仿朱大哥。朱大哥，来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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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嗯哼。大家好，准备开高调，开高调，别光听谁哦，别不拉风嘞。这样可以吗？哎，你要会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会跳舞。跳舞？我看他们都这样啊。会，怎么样？会啊会。你要来一下吗？帮你打拍子。好，我就这样就够了，谢谢。哦，这样啊！啊，我看那个综艺节目，你会变那个吞拳头，对不对？吞拳头，演员很多会吞拳头。对啊。是不太行。好，不要为难他了。好啦，算了啦。当戏剧系之后毕业要干嘛？我是想当演员啊。当演员？你要当明星哦？真的假的？那我是要先跟你合照。对啊，应该要先跟你要签名吧？对啊。对啊，因为之后很值钱。帮我合照，帮我合照，帮我合照。看明星哎。对啊。3、2。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有这样对待过念戏剧系的人？哎，其实虽然我自己念戏剧系，但是好像也有这种要求。有遇过这种状况的？有哎，蛮多的。而且最近刚过完年，各种长辈亲戚然后就问长辈，就是因为他是长辈，比起朋友就更不好意思拒绝。好像哎，有一个免费的表演者在这里，不用花钱请人。对呀，还可以直接叫他上去这样，超好用。直接热场，希望我以后有小孩的戏剧系，我就可以继续叫他表演。哈哈，媳妇熬成婆的概念，自己经历过这件事，还让你的小孩这样，偷女儿会十秒落泪，我儿子会模仿哦。这其实有点 old school， 这以前的爸妈才会吧？就传统的，对，比较传统的。那跟喜怒哀乐的 old school 是会有人教我表演喜怒哀乐。在看你各位，不要再这样了。各位，各位，真各位啊！你是戏剧系的吗？戏剧系不是要很口条应该非常流利啊？我们真的很各位。哪一个人绕口令4分多钟哈？那很正常吧？那我们平常还会遇到什么比较没有办法 handle？ 有啊，我就之前演一出吧，然后那时候是演一个智能障碍的小孩，然后那时候街坊邻居都有看，然后他们看到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尴尬不？演那个演很像呢，你要不要演一下给我们看啊？演一下啦，在地的那种阿公阿妈，对叔叔那种，啊，他们叫我演一下，我说好吧，他们大家都叫我演，你能不演吗？对，我就捧场去演一下，他们觉得哦，没办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看不太懂，所以就觉得啊，不错，感觉对了。是我觉得我要为这个角色负责任。通常如果我遇到这种叫我表演，我还是表演，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。我还是在我们公司吃尾牙，然后说他们叫我唱歌。哎，真的，说哎，你不是演员吗？去唱歌啊，演员为什么这样？我是演员，我不是歌手。我有一次在以前打工的地方，就我已经要下班了，然后说哎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我说我在忙班上有一个制作啊，然后有演出这样。然后我说，哎、欸，那你下来一段呢、啊？我想我要来哪一段？很多都是要对话的。然后说好，那我就秀一个独白。我就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有看没有懂吧？因为他们跑到剧本，就也不是，我就觉得很尴尬，是在干嘛、啊、这样子的感觉，知道吗？就是，可是你这样看我表演，想要看什么东西？可是如果真的他那种话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反应？我们要怎么样委婉的回绝这件事情？对啊，这是考问题。对啊，好像没有认真想过。因为你不用想，你就是会表演出来、啊。我还是会表演出来、啊。每次都会，我每次都会。可是你都拿同一段东西。因为看的人不一样啊，所以拿同一段没关系吧？所以我们结论就是还烂否亲朋好友，因为搞不好你亲朋好友哪个是认识厉害的导演，搞不好顺便 casting 不错哎。我们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看一下戏剧科技毕业平常会遇到一些状况。对不起啊，浩翔刚刚。吞拳头部分吗？哎，那不是我是他。对不起，我是我。哎，但是有一些那个特殊才艺的东西，那真的不是戏剧。还是要拿捏一下比较好。那你可能要去少林寺，我觉得。少林寺不是很会，你这样不是害到别人吗？好啦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就请帮我们按个赞，或者是订阅我们哦。谢谢你们的收看。